别人穿个1-2万块钱的貂，你就管别人叫小哥哥；人家拿个几千块钱的包，你就管人家叫大哥。我他妈花了好几十万治好的精神病，你管我叫傻？这他妈有谁看不出来？喂，田哥，我下个月就调到上海工作了，这房子吧我就不能租了，还剩几个月租金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也不去打听打听去？我田小豆什么时候给别人退过租金？啊，田哥，这么黑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根本不用退，我在上海也有房子，好几套呢，我直接租给你不就完了吗？你工作的地方在哪个区？在浦东区。哦，浦东啊，浦东还真没有。这么的，你把你公司的地址告诉我，我在你公司附近再买一套。这位置，这个房子我给你当定了。啊。